everything changes.大家欢迎大家支持，这里是神话巨蟹库。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战损砍刀啊！上一期那个圣诞鹿角之前应该是做战神砍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号，这边终于接到一个号啊！感谢号主，哎呀，那么感谢号主来自联通四区的 nice 太子啊，非常感谢这个小伙伴。哎，什么情况啊？啊，好，那么这个还是打这个新图吧。潜行乐园啊，毕竟新出的图趁着它这个，哎，趁着它的热乎劲儿是吧？哎，想要趁热吃啊。好，我舍友说想要趁热吃，好，好啊，我舍友还是改不了吃翔的这个毛病啊。啊，我这次搭配的是蓝魔啊，作为一个蓝魔，一个冲锋枪的，我觉得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啊。它闪红了，闪红了不要怂，一个中刀砍过去啊。那么这个给大家看到我血清被抓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还是因为我起刀啊起有点晚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战损砍刀就是丛林砍刀啊，因为它这个是皮肤刀嘛。就是丛林砍刀，它这个重击啊是非常慢的，哎，非常慢。那有多慢吗？有多慢呢？大家用过的肯定都知道有多慢了啊。它这个重击啊，你不能把它当尼泊尔用。起刀的时候呢，一定要啊抓住时间点啊，提前起刀。大家看一下它这重击啊，非常慢啊，我反正觉得是很慢了。那么它这个左键也是不是好？你看左键也不是很好用，不连贯，看没有？它是一下一下的砍，你像尼泊尔是吧？那嗖嗖的啊，一下一下的砍，那这个，所以说我个人感觉这个战损砍刀还是没有这个尼泊尔用的顺手。但是呢，它毕竟也是一个金币啊，金币刀是吧？那刀僵尸这方面呢，肯定也是没什么问题。那么打闪红啊，闪红了以后不要怂了啊，一个轻刀过去，哎，没砍到，哎呦，这队友被感染了，啊，没子弹了吧？哎呀，后面是条死路啊，哎，搞不过咱们就打死啊。走啊！吓尿了，我还以为他要把我抓了，因为后面是死路啊。我刚才是因为他没闪红嘛，我也是有点没底儿了啊。殊死一搏，还是把他给砍掉了啊。可以啊，那起手刀了这两个呢，说明今天状态还可以。好了啊，那么终极时刻来临了，咱们也别作死了啊，静静的等待变英雄啊。OK， 直接变英雄了。看我现在已经改榴弹多没意思，榴弹多有意思啊！主要是我换不了了。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我现在已经是改掉了爱装逼的这个毛病，是吧？该变的时候就变，稳中求胜，是不是？好，那么甜心乐园为什么要玩甜心乐园呢？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新出的图，是吧？但是我记得上一次这个说是个圣诞节那一天给大家发那个圣诞游乐场加那个什么圣诞加特林加那个雪球炮还有什么鹿角啊，然后后来有粉丝问，哎，你怎么没做？说好做呢？哎，你一定是没听清楚，我是说如果能借得到号的话，那么我借了半天，我确实没有借到这个，就是有圣诞加特林，有雪球炮，然后也有这个鹿角，就这三个武器啊，没有同时借到啊，所以说我就没做嘛，我就做了上一期那个鹿角的那个生化巨蟹库了。啊，没事，以后如果能接到号再说。你像这个号，你像这个号我是怎么接的呢？啊，我就是跟大家说过嘛，就是有提供账号了以后呢，你可以把你的账号密码发到我邮箱里去，然后加上注明你是哪个区，号里有什么武器。如果我看到并且想用你的号，我会给你回复邮件跟你说啊。那么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咱们来这个什么一下。好了，这个地方是可以挠到人的，你还别不信，还真能挠到。哎呀，怎么挠不到呢？哎呀，我上次记得有个人在这里挠到我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很奇怪啊！我现在闪红了，我可能这要被刀了。我觉得也是啊，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啊。那毕竟现在这个都这么浮躁，都这么浮躁啊，嗯啊，是吧？哎，这么浮躁，这个说刀就刀了，根本就不给你打招呼，是吧？你看我每次刀之前我都打个招呼，是吧？你看我都是，你干嘛呢？他在诱敌深入，哎，嘿嘿，诱敌深入是吧？我就喜欢你这种诱敌深入，哎，没砍到啊，砍啊！好，我连血清都没有掉，看没有？哎。来，后面还有一个，你给我出来！哎，那哎呦呦，哎呦，我还是个加速啊！我万万没想到啊，就这么被整服了。他竟然有加速！哎呀，还有血清是吧？哎呀，差点哦，好险啊！刚才好像要被刀的节奏，你看没有？现在这个都太浮躁了啊！说刀就刀啊，你完全都不给人面子是吧？哎，你看我从来不浮躁是吧？我从来不说刀就刀啊，我都是打好招呼。你看，我打好招呼了啊！哎，我打好招呼，我要刀你了。好，哦，没血清了。哎呀，这个复活点复活的也是乱七八糟啊！
你说哪里都是人啊，哪里都是你啊。好，我们好像成功吸引了母体的眼这个目光啊，我们赶紧转移啊，赶紧转移。这母体，哎呀啊呀！我操，你今天完，我被包围了，我被包围了啊！哎呀，后面没路了，车！哎，这边是堵墙啊。好啊，没事，这局不亏了啊，这局不亏，一点也不亏。嗯，最后五秒钟，我们看能不能再捞个人头啊，够呛了。好，这个地图我觉得一个很蛋疼的地方，就是这边的这堵墙，大家看是吧？哎，但这是一堵墙，对不对？那很明显我能跳过去，但是我会被一种神奇的力量给挡了回来，看没有？哎，神奇的力量把我挡了回来。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地图你看着能跳过去，其实你跳不过去，你只能走这个门。你看，这明明能跳过去嘛，但是它给你挡住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图呢很蛋疼。还有那边那个小房子是吧？这明明就能跳过去的，但是它不让你跳上去是吧？哎，没有办法。啊，这个图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是吧？到处都是好吃的，如果你仔细观察呢，哎，你可以发现这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好吃的，比如说香。好舍友一提到吃的就说想，看看他是这个比较爱吃这种食品啊，我们要理解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口味，那你不能说我舍友吃翔怎么了？哎，我舍友就是爱吃翔，你们别不服，嗯，好，哎，这个地方发现没有人变啊，运气还是不错的，这边变了两个，你看远距离的话还是用这个手枪比较好，因为你看这个蓝魔它毕竟还是一个冲锋枪啊，远距离它打的不是很准啊，手枪都打的比它准。别乱跑了啊，这边队友比较多。他来了，还是个主宰。好，我觉得差不多了啊，你的时辰已到。哎呀，砍他两刀都没砍死啊，还把我血线给我掉了。第一刀是没砍死，第二刀是他被打死了我再砍的。好，这个地方队友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放心一点了，也不完全能放心啊。好，他来了啊！哎，这个母体真会玩啊！这母体你真会玩。那我刀了他，别急，他有盾的话，等一会儿再刀。好，他没盾了啊！来，你别跑！哎呀，没砍死！哎呀，快撤！没砍死的话就比较忧伤了啊！来，再来一波！来，砍屁股！哎呀，什么情况？他开盾了。嗯，没事啊，我们在混乱之中，这个笑收了一个人头啊。啊，好，我们再回来，我们重返战场啊，哇，这个地方他们还没跑啊。好，马上就要死在这儿，死不了，相信我。哎，母体终于闪红了啊，终于是闪红了，但是他有盾，等一会儿啊。哎呀，怎么给打死了？这母体的盾是真烦。哎，他们俩都来了啊，来两个。哇，来两个我就不考虑刀你了，我保命要紧啊。好，我现在是一个人守这里啊，有点啪呀。哎呦啊，哎呀，队友别坑我。哇，我在刷分刷的好爽。那其实不刀也行，不刀刷分也是行的啊。哎，让你再给我能。好。好了啊，变英雄了。哎，变英雄了，别作死啊。这个地方变榴弹，毫无疑问，你看没有，完全是可以利用这边的。哎呀，耍砸了啊！我是想说，完全是可以利用这边的地形优点啊，地形优势。哎，好啊，有戏，嘿嘿，戏耍你们。哎，咱们来调戏一下小僵尸。好了啊，他们发现没法把我整服，就走了啊，就散了。看没有，这个地形用榴弹是最明智的选择啊，真的。你看没有，我到现在就被挠了一下，而且还是刚开始被卡的，卡了那一下被挠的。可以啊，这一局打得可以，452分了。哎，我不该出来。哎呀，作死了。好，赶紧回来。OK， 爽啊！不知不觉已经第二名了，这个第一名挺厉害，1000多分了。我们看能不能抢一下他的位置啊？好的，哎呀，快结束了是吧？14回合了。好，那么打完这局，我们再去换一个图再打一下啊。这边加进来就快结束了，没什么办法。啊，这个砍刀其实你如果习惯了它的这个速度还是很好用的，哎，我让你蹦跶不过来。哎呦，哇，好，可以啊，快跑。母体在上面啊，离母体远一点。啦啦啦啦啦啦啦，好，怎么到处都是母体？
你开盾了不起啊？哎，好，我跟他绕了一下啊，虽然把血清他给我挠了，但是还是没让他再抓到我第二下，要找个地方躲起来。哎，你干嘛呢？发呆呢？是挂机的吗？我跟你讲，你别活过来！哎，你活过来，我要刀你！我就这么跟你讲啊！好，哎，走了啊，走了，心满意足的走了。好，可以啊，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刀僵尸的技术也是逐渐在上升的啊！好啊，我现在这个技术呢，是吧？那人呢，总是要不断进步的，是不是？哎，我跟从前的我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哎，我当年是个生化渣，现在好歹还能那么风骚两下啊！当然了，你像这种情况就够呛了啊，这种情况就够呛了，因为这个都，哎呀，完了！哎，后面是墙，我靠！我说怎么退，我说怎么跑不了了？哎，运气真不错啊！好，今天感觉还可以啊，这个东西也是要看感觉的啊。那是感觉来了，就停不下来，是吧？就跟吃炫迈一样啊，没感觉的话，你怎么玩都玩不好。好，既然感觉到了啊，咱们就可劲儿浪一下。哎，可惜用的不是咱们自己的号啊，用的是别人的号啊，感觉给别人这个装够了这个什么了啊。嗯，好了，快变英雄。哎，你别闹啊，我可是想变个英雄啥的。好啊 ，OK。变英雄了啊！这次我们玩一下大宝剑啊！哎，啊，算了，我惹不起来躲不起吗？啊，我惹不起来躲不起吗？是吧 ？No 啊 ，No！ 你这就要死了！哎，你觉得我要死吗？我觉得也是。哎呀，啊，好，这个母体的爪子是真够狠的啊！这两三爪子就给我挠死了。好，那我们没法冲击这个第一了，没办法，这个第一名人家毕竟是玩了这么久，咱才刚加进来这个几回合，那这追是肯定是不好追的啊，632分，这是四回合还是三回合吧？四回合应该是四五回合吧，600多分可以。好了，我们再去开一局，哎啊，还有一回合啊，不好意思，还有一回合，那等一会儿我们去可以玩一下那个圣诞游乐场啊。其实我现在选地图啊，只有一个原则。不是死亡沙漠就行啊，我基本什么都行，但是这个死亡沙漠我现在是看着有点 sick 啊， you know what I mean 啊， what sick mean 啊， sick 就是恶心的意思。哎，来跟春哥一起学英语了啊， Trunglish sick， 哎， sick， I feel sick。 我现在看到这个沙漠还有这个生化沙漠什么的，就真是啊，那恶心了，玩够了啊。哎呀，哎，他自己掉下来了。哎，好OK， 啊，又是回到了这个老地方啊！刚刚我们就在这边被上帝选中了。哎，一个这个触手军啊，是挂机的吗？哎呀，他是挂机的啊，可惜了，这个应该是搞个刀杀的啊！哎呦呵，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啊？被母体盯上了，那可不是件好事情。我跟你讲，今天你别惹我，今天我手感好。今天春哥手感好，说不定就赏你一个刀，赏你。哎，我现在就是最怕他开盾啊，趁他没有开盾上。哎，上。哎呀啊，这两刀没砍到我，真是服了。可惜了啊。哎，我刚才一直在担心他开盾，结果他没开盾也是把我给我挠了。哎呀，这是非常可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砍刀这个重击确实是不大好把握，包括这个轻击啊，如果你左键这个稍微不准一些，他就啊。好，这个地方大家上期做完视频，有人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需要蹲着过去啊，站着也可以过去，我们来试一下。哎，果然啊，看到没有，站着也可以过来，不一定非得蹲着过来啊。蹲着过来这个地方简直神了，在那个地方的话都只有蹲着过去很容易被倒。好吧，这一局无言英雄了。 OK， 那我们直接啊，那等等还有机会再风骚一把。哎呀，我跟你讲，我还就那好吧。哎，真有缘，小伙真有缘啊，让我来。哎，好，哎，那好吧，我们这样的话，这一局，那现在的话才一会儿，那我们再去换一个图啊，剩下的这部分呢，我们就不要了啊，反正我也没当英雄。嗯，好，我们去换一个地图啊。哎，好了，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圣诞游乐场，那么这个房间才刚开始，这才第二回合。如果我们打完的话，那这一期
这一期的时间估计要逆天了，我们打一半吧，打到第六回合差不多就什么了。现在是晚上了啊，我还要睡觉，我还要睡觉。好，那咱们视频不要太久了啊，太久了怪累的。然后再有就是看太久了容易这个审美疲劳，有没有啊？有没有？哇，吓我一跳。好啊，我们打到第六回合，现在是第二回合。哇，好卡呀、有点卡，确实有点卡啊，说明这个点小伙伴们纷纷都开始上网了啊。哇操，这逼我这直接清刀乱砍，真是的，好好跟你玩重刀你还不给我面子啊，他老是砍不到你，那你是不是逼我光用清刀啊？好吧，被挠掉了啊，我还以为要什么了呢。我刚进来就 ACE， 不错不错。这个房间也是刚开始啊，92分就第一了。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啊，我是你奶奶啊，这首歌叫我是你奶奶。好吧，这首歌叫 Wash Me 啊，但是这个英文里面的这个它这个发音很有意思啊，它 Wash Me， 它就跟这个我是你一样，所以说你看我是你奶奶，想尿了啊。大家要是对这首歌比较感兴趣，你们可以去搜索那个 Wash Me 啊。这首歌是美国公告榜上的一首榜上有名的歌啊，非常，我也不知道好听在哪，反正人家上榜了啊。可能就是这么，可能就是那么神曲啊，洗脑神曲，有没有？我是你奶奶。我是你爷爷怎么？这家伙刚才不是闪红了，怎么忽然不闪红了啊？哎、哇哇哇！完了！直接被包围了。这个图其实个人感觉不是很好打，因为它比较小，也没有什么好躲的地方啊。而且你要打游击的话很容易就被那个偷屁股啊，所以说最好还是守点吧，守点然后找机会再刀，你不要这个图打游击，我感觉不是很好打啊，太小了，而且你躲在哪里一眼就能看见了，也没有那么多拐角，这些人怎么这么猖狂啊，怎么都下来了，这我就忍不了了。好了，这次我这边复活在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们自己再守这边吧，自己守这边，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僵尸是吧，独自过来找我们的事儿，那他就死定了啊。但是他要来一群的话，我可能治不了。来来来，就你了，你给我过来，咱们来谈谈人生，谈谈理想。他对我不感兴趣。我也对你这种人不感兴趣。好，那我们去找他玩啊。哇哇哇哇哇，这个好卡啊，这个哇卡神啊！你闪红了，你闪红了，我就不管你。你刀不到他？我觉得也是。这么卡，你要能刀到、你卡怎么了？卡我也刀了。你又是我儿子，赌一把！哇，我这一个赌的，我真请教我赌神啊！他没闪红，我赌了一把，他把刀了啊！这你敢信？啊，走了走了走了走，这地方有点不大安全啊！啊，今天手感还可以。哎呀，他这个开了盾以后，你打他不影响他前进啊？好吧，竟然在最后变身的几秒钟被抓了，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没有关系，像我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完全不在意，来，是吧？大不了多抓几个英雄啊，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啊，六下的话是6000滴血啊。他一星他是几星英雄？一星啊，一星的话他应该没几滴血了，可惜啊，这个有点可惜。摩斯啊，我们第一名。好，不知不觉这个小僵尸们都被赶尽杀绝了啊！啊，都被赶尽杀绝了。哎，谁来拯救一下这些可怜的僵尸们？啊，好可怜啊，被人类堵着打。啊，这边有个呆萌的小僵尸小疾风体在这里挂机呢。哇，他在面壁思过吗？啊，好好想想你过去的所作所为，写个检讨书回来啊，800字以上，不包括标点符号。那我们。躲着，哎呀，这个已经第四回合了啊，时间过得还真够快啊！哎呀，今天人品怎么忽然又不好啊？这个系统是不是看我太厉害了，不想让我得分太高啊？好，刷了一个小比伯，哎呀啊、哎，这个人品不咋样啊，不过没有关系，他就要死了啊！来啊，哎啊，可以看到这个，其实这把砍刀，如果他虽然重击比较慢，但是如果你把握好时间和节奏的话，也是一个神器啊！来。你敢过来吗？哎，他吓跑了啊！你别跑，你哎呀，哎，这打了几枪，一枪没打到啊！你这搞什么？好啊！你干什么？你看没有？他在勾引我下去刀他？你以为我这么傻吗？你以为我会傻不拉几下去吗？哎，我让队友来搞你！哎，漂亮！他万万没想到啊，我还有一个，他万万没想到，我们打了一个
非常默契的一个配合啊，声东击西，哎呀，母体好像盯上我了，快跑！我最害怕的就是母体啊，我这人一不怕，哎，一不怕疾风起，二不怕咆哮起，三不怕啊，刚说完不怕就被这个从天而降的这个什么给啊，好，哎，给整服了啊，给整服了。这个母体他最烦的人的地方在于他那个保护盾啊，他一开保护盾你这个刀都刀不了。哎呀，今天怎么说呢，人品也是时好时坏，你看总是让我捡到这种漏子。嗯，我们到这边来吧，到后面来。首先我觉得要占领一个比较高的地势啊，你在地势上有一个优势啊，然后过来瞄一眼，就瞄一眼。哦，这边发现了一个，哎，这是我刀的来是吧，啊，我差点忘了啊。可以看到这个房间的人类也是比较勇猛啊，我刚才看到一个人，一个队友挺溜啊，发现目标，来你给我过来，哎，目标还挺，哎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哎，说好做彼此的天使的，你，我跟你讲，你这就要玩玩火，我跟你讲，不是我给你吹，哇，哎哎嘿嘿，不是我给你吹，今天我手感好得很啊，不要来惹我，我刀了多少个了？我已经数不过来了，今天手感还是不错的，哎呀，赶紧变啊，不要装逼了啊，这个母体可是烦得很呢。哎，用榴弹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图啊，你是可以这样耍一下简单的这种简单的小身法的啊，就是这种叫身法嘛。啊，有人就问了，啊，春哥，你又在扯犊子，就你这蹦跶来蹦跶去，这也叫身法是吧？哎，我个人觉得是吧，这个不在于这个东西啊，不在于它多么华丽，它实用就行是吧？哎，叫身法嘛，也叫啊，啊也叫啊，看到没有？哎，他们挠不到我。那么其实严格上来讲啊，身法呢应该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旋转跳啊，什么加速跳啊，那种是真正意义上身法。那我这里指的身法呢，啊，就是这种简单的这个是吧，绕一绕啊，绕一绕实用就好了啊。其实你像打爆破实战的话啊，我有点好，有一些那些旋转跳啊或者是加速跳啊，在实战里边用处不是很大，就除了跳到一些比较高的一些物体上，然后打一些出人意料的一些打法以外，真的是没什么用处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实战还实用比较好啊。当然了，我其实来讲，我个人对身法也没什么特别研究啊，我到现在就会一个旋转跳啊，就会一个旋转跳。好啊，旋转跳也够用了。哟，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哎呀，完了啊！怎么这么多？啊，说你的时间快到了。啊，那什么快到了？视频。啊，对，时间快到了啊。那我们打完这一局呢，就是我们的第六回合了啊。哎呀，他一开盾我就慌了啊。哎呀啊，好啊。那么打了，我们刚刚说打到第六回合啊。那打完这局就是第六回合了。那我们就打完第六回合，也就是说第七回合的时候。哎呦，呵，运气不错啊。好，哎，我运气，谁说的运气不错？哎，刚才谁说运气不错？哎，还好我隐身，他们这个视力不是很好啊，没看到我啊。你看没看到我，没有追上来。这个地方比较危险，我们还是躲起来吧啊，还是别到处乱跑了。你看没有？这实在是太什么了？哎，队友快打一下掩护啊，打一下掩护，打掩护啊！你们都不开枪了？来，哎，来，好配合！哎呀，耍砸了啊！不仅把血清搞掉了，而且还掉下来了啊！快跑！哇，吸吧！这个图你看没有？尤其是人一多以后啊，真的是你看，当然有利也有弊啊。你虽然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但是你一遍这个一遍上啊，所以说这个图我确实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打起来节奏特别快啊，你一会儿变回来，一会儿变过去的，也是比较忧伤啊。那完了，被毒嘎了啊！好。啊，这个图呢就是这么忧伤，没办法。看看还能不能再遇到一个倒霉蛋啊？倒霉蛋也是不多见的，主要还是在你的这个眼力啊，因为他从僵尸变到人的时候，你仔细看，他会有一道那个影子一样的东西闪过去啊。如果你仔细能看的话，能看到一个就是那么一个影子滑过去，你就能锁定他大体的位置啊。这个就要考验你眼力了。好吧，被打掉了啊！好，那本期视频就接近尾声了，下回合看还能不能再唠上几局。卡牌名字，六九木 A 威德云七啊，这都什么东西啊？明天呢？明天好，那么哎，还没结束啊，还没结束啊！不管怎么说，我个人感觉这一期还打的还算可以吧。
那么其实我之前一直用不好战森海盗的，因为就是因为它那个重击呢，它比较慢啊，就稍微慢那么一点，但是慢那么一点就会让人觉得很难受。不过今天好像还有点感觉，还有点感觉。这个轻击真的是不是很好用啊？你看这轻击是有点太慢了。好了，那最后回合了，哎，我们的视频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做完这一期，下一期的军械库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小刀了啊！哎，你们激动吗？我是激动的要死啊！我觉得可能会这个什么，哇，这个光头强够溜的，这光头强好溜啊！他拿小刀在这个跟这个僵尸在肉搏啊！嗯，可以，我觉得早晚出事啊，迟早要完啊！你看没有？哎，我还是老八似的找个地方躲起来吧，啊，躲这儿吧。一群人在大马路上在这里浪，哎，又被母体盯上了。快跑呀，快跑啊，回去走，哎，一气呵成，看没有？好，来，队友，我给大掩护，撤，哎，漂亮啊，成功的逃离了这个地方。来，小伙，赶过来吗？啊，好，没砍到他啊，他在中途被击落了，他闪红了，看队友能不能刀掉他。嗨，很显然队友没有刀掉他啊。好，走，这个地方其实。好，来，那好吧，交给这个队友来控血吧，交给队友来控血。哎，嘿嘿，好，这个配合我给满分啊！这队友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不知道他是故意没打死，还是就是没打死啊。反正他这个给我控血控的，我给满分。好了，母体来了啊，母体来了就别浪了，赶紧退一下。哎，一群人守这么一个点，我就不信还守不住了，是吧？就是小心别掉那边去了。那你看我。像我这种有点心眼的都知道赶紧跳到这边来，你看是不是，我敢保证等一会儿这些人都得死。好啊，这队友的火力也是非常猛。 OK， 那终极时刻就要来了啊，那这一局打到最后也算是比较我勒个去，你别吓我，他穿不了是吧，那我都穿不了他，他肯定也穿不了我，是吧？行 ，OK， 那么这样的话，这一期我觉得个人觉得打的也是不错的啊，比较完美的一个结局。那么感谢大家观看吧，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期的这个军械库小刀啊，小刀。好，这个，感谢大家观看。最后呢，再说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背景音乐，很多人问我你这个背景音乐是哪一些啊？那么我有的我也不知道歌名啊。有的我也不知道歌名，然后就是那个，有的就是，而且有的就是他放的时候我忘了，如果没有想起来跟大家说的话，我再让我回想一下，我也想不起哪首歌。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些背景音乐是什么的话，你可以去网易云音乐啊，这局又开了，那我们再打一局吧，是吧？哎，再打一局吧，这个网易云音乐，然后你去那个。加一下我的网易音乐的好友，然后呢你看看我收藏的歌单，这些歌都是我歌单里面的歌啊。那么我在网易云音乐里面的那个网名叫做爱阿春，当然那个爱呢不是汉字的爱，是字母的那个爱啊，爱阿春。那你可以加一下我那个好友，然后你从那个加完好友后能查看我的歌单啊，你可以从我的歌单里面呢找到这些所有的歌啊。好了，就是这样了啊，那我们本来要结束的又多打了一局啊，那多加了一局的话估计可能手感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啊。哇啊，治不了了，哇有点多，哎，果断跑，哎呀，跑不了了啊。好，那好吧，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啊，就到这里了，那正好这首歌也结束了。好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